咁佢嘅書全名叫《Hope for Hong Kong 2024》啦。咁呢一個名主要嘅面向有兩面嘅，咁一面上面去香港人，另外一面上面去英國政界。咁面向香港人嗰方面，咁我哋希望佢哋我哋 focus 翻喺英國啦。咁希望大家嚟到英國，咁都記住香港人一路以嚟好尊重嘅民主自由嘅價值。咁亦都係希望佢哋喺英國有咁嘅權利去投票，都係好好咁善用。對於英國政客嚟講，我哋都希望佢哋喺投票或者考慮任何議案嘅時候，佢哋都要考慮到香港人嘅福祉啦。喺無論喺英國嘅香港人又好，定還是繼續關心喺香港嘅香港人都好。我哋另外都有一個副標題喺度，咁叫做一票在手，以民主撐民主。咁我哋呢一個spirit 都係想講翻俾喺度嘅邊啲香港人聽。你喺呢一度有一票攞喺手，咁亦好希望大家可以善用喺英國嘅民主機制，去支持翻自己支持去追尋自由民主嘅努力同埋夢想。因為其實我哋都發現到有好多嘅香港人咧，其實佢未必會認識究竟呢一度嘅選舉制度究竟係點樣啦，又或者究竟自己係有啲乜嘢權利去投票，甚至有一啲人咧，其實可能覺得自己即係有冇投票嘅權利呢樣嘢都唔知嘅。咁所以我哋好希望就係話俾大家聽，其實你係有呢一個權利嘅，而你呢一個權利咧，係喺呢一個民主社會入面咧，其實好尊重。咁所以其實我哋都好想即係透過選民教育嘅呢一樣嘢，去 motivate 更多嘅香港人咧出嚟去即係喺個選舉入面咧去自由發表佢哋所關心嘅議題，咁同時間將香港人嘅抗爭帶去國會。咁同埋第三個部分咧，咁其實就係我哋都會邀請候選人做一啲嘅。唔同嘅辯論啦，即係就住一啲嘅地區，因為我哋都知道即係唔同嘅地區可能關注嘅 issue 係唔同嘅，咁但係即係可能香港人又之間有一啲好 share 嘅一啲抗爭，咁所以我哋都會邀請啲候選人喺唔同地區入面咧去做一啲咁樣嘅debate， 或者係即係咁樣嘅即係分享佢哋嘅政綱，同大家去交流佢哋嘅意見咁樣，咁就即係俾到本地嘅嗰啲政治人物都知道咧，就係、是。其實咧，香港人咧係積極運用呢一啲權利，而且佢哋嘅聲音係重要。其實咧，即係我哋都見到有好多香港人喺之前即係 council election 嘅時候參選啦，咁又或者可能有啲香港人都會即係諗未來 MP election 都會參選。咁其實我哋就冇話即係去特別支持一啲候選人，或者會捧一啲候選人出嚟。其實對於我哋嚟講咧，我哋最重要嘅就係想。大家去做一個 informed choice， 即係起碼就係大家知道曬唔同人嘅立場究竟係啲乜嘢，佢最中心嘅政策係啲乜嘢，從而去作出一個選擇去進行。其實咧喺香港咧，我哋冇咩呢一個機會，因為其實大家嘅選票喺政府睇嚟其實係一張廢紙嘅。咁而各大嘅政黨咁，佢哋可能處理或者回應呢啲議題嘅時候，佢哋都有唔同嘅。方法或者取向，咁呢一個即係我哋唔會自己話我哋覺得邊一個做法係最好，咁我哋都只係希望咁呢啲政黨都知道香港係關注呢一啲議題，而叫佢哋去做一個回應，咁等大家去充分咁去考慮過呢啲回應嘅時候，自己作出選擇。咁我覺得即係阿石咁講啦，即係呢一個都係一個民主嘅好重要嘅一個部分，而我哋就希望做到大家溝通嘅一個橋梁。我想你啱啱提及到 local 區議會唔同嘅選舉啦，咁我諗嗰啲應該都冇全國大選嗰個存活嘅光率或者關注度咁高。傳統即係大選嘅投票率係會高過你啱啱提及到嘅地方選舉。同時間我哋亦都見到好多香港人組織佢哋去有呢啲佢哋嗰區有呢啲嘅選舉嘅時候，咁佢哋都好積極咁去同唔同嘅 local council 嘅。候選人咁樣去交流，咁我諗呢一個即係本來已經有好多嘅工作咁去做緊，令到香港人可以更加清楚佢哋個區嘅地方選舉嘅運作係點樣。咁我諗有好多都係建基於呢一個咁樣嘅基礎上。咁如果大家本身係已經有同佢哋地方嘅唔同嘅黨部咁去聯繫嘅話，咁呢一個我哋希望今次大選佢哋都可以善用到之前積存落嚟嘅人脈同埋網絡，咁佢哋可以。去做更加多、更加深入嘅交流。由 LTR 開始，其實三年，即係有好多香港人嚟咗啦。但係其實啲香港人係陸續嚟，有好多新嚟嘅
英國嘅即係定居嘅 BNO 嘅香港人，其實佢未必知道自己權利係啲咩，所以呢樣嘢就正正我哋想聽到嘅，但係我哋想話俾大家聽，其實係有呢個權利，同埋而家你個權利就即係你個投票權利係都受到重視，即係呢一度嘅候選人同埋呢一度嘅MP 其實會重視你哋嘅意見。咁所以同埋我覺得第二樣嘢就係、是、即係可能你都有提到啦，就係、是、又話可能有一啲 councilor 又或者 council 嘅直頭係。唔了解香港人或者唔去主動接觸香港人，其實我都有聽到你一啲嘅情況，但係其實有好多事就係源自於其實嗰啲 council 唔知道我原來多過咁多香港人，其實就係透過嗰啲活動啊，俾到嗰啲候選人嚟到見到，其實原來多咗呢個數量嘅香港人嚟咗喎，啊其實我好似即係要去聆聽佢哋嘅意見或者再重視佢哋嘅意見，咁所以呢樣嘢正正就係我哋個都想做到嘅嘢，咁所以即係例如Rally 為例，其實真係好多 council 係即係去完HACC 即係 Center，佢哋先喺第一間學校去做，即係嚟到先見到哦，原來有咁多香港人去上 Rally。其實呢一個對於一個本地嘅即係政治人物都係一個教育。咁我哋好多工作都好依賴到地區組織，咁佢一路以嚟儲存嘅人物同埋資源，咁好不幸地，如果係有一啲區係少啲香港人嘅話，咁我哋就少咗一個渠道去揾佢哋。咁但係我諗呢個 campaign 無論係我哋今次同你做嘅訪問，或者係我哋之後會喺網上邊有任何嘅宣傳，譬如話點樣去登記做選民，或者係選舉有啲咩嘢你係要知道嘅。咁我哋都希望嗰啲嘅資料可以等大家係瞭解到大家嘅權利係點樣。咁但係至於話點樣去自己去揾嘅呢啲 candidate， 咁我諗你作為嗰個地區嘅居民，一個合資格嘅選民，咁你當然係有一個權利咁樣可以去揾佢，無論係透過去嗰啲 MP 或者係 local councilor 嘅 survey 又好，定還是係寫信俾佢都好，咁佢哋都應該係個義務去揾你去回答翻你嘅。咁如果你揾到更加多嘅香港人，佢有一啲共同嘅議題去咁樣去reach out to 你嘅代議士嘅話，咁咧佢係更加吸引到佢，係會快手啲去處理到你嘅訴求。咁但係必須要承認嘅就係、是，可能會比起佢本身有一個港人組織去嗰一區係會個限制係會大咗嘅。嚟緊嗰個大選，其實我哋都預計到係嗰個競爭會非常激烈。而其實我覺得唔同嘅黨派其實都好想努力去開拓一啲新嘅，尤其是一啲新嚟到呢一個社區或者即係呢個房界嘅。而所以我就覺得其實對於他們來說，即每票必爭的，基本上是。所以即我都覺得其實如果香港人是勇於去表達自己的一些的即或者自己一些想法的話，其實我是覺得本地的政治人物外於今即尤其是今次這個的選舉的形勢，即他們都會再更加關注不同的社群的一些意見。所以我就覺得其實不需要太擔心，最重要就是大家要行使这个权利，最重要是大家要去表达自己的立场和意见。